林建峰翻咗嚟，唔好话林建峰冇翻。嗱，主席就话，头先即系梁国雄议员发言嗰部分咧，其实我有啲资料都准备咗嘅，咁所以佢讲咗咧，我唔重复啦，即系显示我哋系无意即系拖延啊，因为涉及到个项目咧，其实系众多嘅。嗱，主席头先提到呢個將整個行政會議的即係組合，即係全部呢個嘅取消啦。如果唔得嘅，就淨係取消呢個嘅非官守嗰部分。嗱，咁呢個其實有得比較嘅，主席。嗱，因為你睇翻自從梁振英即係上台之後咧，出席大問題嗰啲咧，即係都係呢個嘅非官守嘅成員嘅，張振遠同埋呢個嘅林奮強。咁當然即係呢個局長嗰部分都有問題出現啦，譬如呢一個劏房波係咪，即係亦都立法會發展委員會係正式通過嘅議案呢，係要求佢下台嘅。咁但係相對地嘅問題嘅嚴重性同埋對政府管治威望嘅影響呢，即係張振遠同埋林奮強帶嚟嘅災難嘅影響呢，相對地係較高啊，咁但係其實三個都應該辭職㗎啦，去炒魷㗎啦啊，咁但係就呢個嘅陳茂波就可能無恥繼續喺度留戀呢個嘅職位。咁你睇返即係同先前比較，譬如我哋講咗好多即係比較先前特首呢，董建華年代就特別鍾意做嘅，有重大嘅事故有重大嘅政策決定嘅時候呢，開完行政會議出嚟呢，即係董建華啊，即係充分顯示佢嗰、那個，或者佢想顯示佢呢個領袖嘅風範呢，就自己帶領眾行政會議成員呢，其他成員就喺後面呢就一字排列，咁董建華呢就負責發言。咁呢一個嘅聲勢呢，喺呢個視覺上呢，係能夠製造到一個嘅領導嘅形象嘅。事實上有冇呢、這個即係難以批評，咁但係喺市民觀看電視嘅畫面，特別喺新聞報道嘅畫面嚟講呢，即係呢個特首領導眾行政會議成員解釋同埋公布呢一個嘅政策呢，第一俾人感覺係有個團結嘅精神啊，第二就係呢個特首領導行政會議呢一個嘅現象呢係出現嘅。咁但係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呢，即係類似董建華出現嘅場面係較少啊，而出現連串嘅災難或者行政會議成員各說各話，即係或者互相講啲嘢唔同呢，係類似呢一個嘅出現，所以要解散或者係要取消行政會議嘅組成，同埋或者係部分嘅組成，都係有個嘅需要。主席，另外我想提一點呢，就是有關呢一個嘅修訂第11啊，咁我哋從呢個嘅行政會議呢係跳到，因為頭先我想講嗰部分呢俾阿長毛講咗啦啊，咁即係我唔重複啦。咁我係想呢、這個修正案編號11涉及呢個嘅議決部分呢，就係、是、將分目000將總目21削減1,168,000元，即係話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就特別委任而支付嘅酬金嘅全年預算開支。主席，呢、這個特別委任呢係多年嚟眾多議員嘅批評嘅重點嚟嘅。咁因為呢個特別委任即係基本上係冇乜機制，用人俾人一個強烈嘅感覺呢，就用人為親啊。咁而過去多次委任呢一啲嘅成員呢，即係都俾人一個嘅感覺呢，係浪費公帑或者係政治酬庸啊。即係究竟背後基於啲咩理據係難以呢係令公眾信服，而好多時呢政府特別特首呢更加係冇呢一個嘅解釋。咁而委任嘅人選呢，公眾嘅觀感呢
一般都是負面居多，咁呢個係影響即係成個政府管治嘅威信，而特別影響即係深遠同埋影響大嘅咧，主席就係影響公務員嘅士氣。嗱，呢一個嘅講法咧，我先後都同不少政務官，當然都係私下同埋較為相熟嗰啲啦，係咪啊？咁我哋同好多即係官員傾偈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即係各種嘅問題。當然政策討論就必然啦。咁但係一講到呢一個嘅特別委任咧，即係老實講，十個有九個有才能嘅政務官咧，我唔理佢個年資係五七年或者係十零廿年咧，即係一般個面部嘅表情咧，都係即係不予接受呢一類嘅委任，同埋對呢一類委任嘅人士咧，十個有九個咧，佢哋都係有一種嘅好負面嘅反應嘅。啊，咁當然佢哋唔會開宗明義啊，即係批評啊呢一個嘅委任，但係從佢哋個詞句啊表情咧，係充分睇到即係佢哋係對呢一類型人士嘅委任同埋過去多項嘅呢個職位嘅委任咧，都係呢個表示不滿。咁基於你特首辦啊揾咗呢啲人入去，而呢啲人對呢個公務員特別對。啊！香港所謂成個公務員團隊裡面嘅精英，呢、這個政務官嘅即係級別呢方面嘅官員，係極端不接受呢個咁嘅運作模式咧，係成個團隊同埋成個政府嘅管治咧，都係因而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嗱，關於呢方面嘅委任咧，有啲嘅批評就話，即係被委任呢方面嘅人士咧，好多喺嗰個嘅經驗方面都係不足啦，有啲學歷亦都係即係唔係咁令人信服啦。咁而喺呢個語言能力方面咧，即係更加係未受呢個嘅驗證啦。而有啲好多時咧，俾人一個觀感，部分呢啲特別任務，即係特別委任嘅人士咧，即係似乎都係同呢個嘅中央政府某啲嘅人士，或者某啲嘅部門咧，係有某方面嘅特殊或者係密切嘅關係啊。咁呢方面咁嘅聘用咧，即係某個程度上係令到成個官場文化咧係出現呢一個嘅質變。大家如果睇返香港咁多年嚟，即係雖然係喺港英殖民地管治之下呢，即係過去幾十年一個嘅對整個政府嘅稱讚呢，好多都係對公務員架構啊，係有套制度、有套系統、有套聘用嘅準則同埋機制係引以自豪嘅啊。特別好多嘅即係學界呢個大學畢業嘅呢，好多都係想入政府為榮嘅，咁當然最近出現有啲嘅改變啦。咁但係即係過去呢個公務員係一個嘅幾受尊重啊嘅職業咧，基於呢一個嘅特別委任而影響呢個官場文化方面嘅即係帶嚟嘅危害嘅問題咧，係令人感到憂慮同埋感到痛心嘅。咁所以，你要取消呢方面嘅委任嘅職位咧，至還翻呢一個公道俾即係十八萬公務員，係嘛？因為十八萬公務員特別升到較高級嘅公務員咧，係要打木人行打雪嚟嘅。當然，即係你入邊個馬房啊，當然有時有啲影響。咁但係你係要由呢一個嘅低級嘅職位咧，係逐步有表現啊！就算你冇表現都好咧，即就唔好呢個嘅啊，要即係承擔一啲錯誤嘅，即係或者一啲表現不濟而引致到嘅錯誤嘅行為咧，而影響政府。咁你基本上你係要逐步逐步證明自己嘅實力咧，至能夠喺呢一個官僚架構裏面企得穩，然之後咧至逐步呢一個嘅攀升。但係呢一個特別委任，冇準則、冇機制啊！總之特首認為符合嘅啊，即係指點兩下就可以，或者透過某一啲嘅啊政團啊，即係特別我哋啊，即係香港第一大黨民建聯啊，最多被委任入呢啲職位㗎啦，係嘛？呢啲全部係政治裙帶嘅關係咧
啊，即係而謀取即係呢一個特殊嘅職位啊，而有呢個嘅啊豐厚嘅收入，咁所以呢一個咧，即係會只會製造呢個嘅政治機會主義啊呢一方面嘅即係呢個思想啊，同埋呢方面嘅價值咧，其實對整個香港政治發展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極為不利同埋極為負面嘅一個嘅制度嚟嘅啊，因為即係你令到年青一代咧就覺得，咦，你最緊要黐到啲咩關係就可以謀取到某啲嘅職位，唔係講你嘅能力啊，亦都無需證明你嘅能力，總之你黐到某啲關係咧就可以撈油水，係嘛？咁你諗下啲公務員見到呢一啲人嗰個心態係點？所以即係士氣低落咧，同呢一個嘅委任呢啲職位冇關。譬如你睇翻特首辦一樣啫嘛，特首辦其他嗰啲官員可能做咗二三十年啊，至可能攞五六萬人工，哇！你突然間委任呢一啲嘅特殊職位，就隨時係7-8萬人工，係嘛？有啲咧都係30歲都未到就坐呢啲位啦。咁你叫一個做咗10幾20年好有能力、好有表現嘅官員，哇！要即係同你呢班咁嘅人一齊做嘢，老實講，即係以心比心咧，都絕對唔會即係刺激呢個士氣，反而咧係會令到政府嘅士氣低落。你既然坐得呢個位，啲嘢你做咯，點解要我哋做啫？係嘛？咁所以如果你從嗰個嘅思維、人嘅自然反應去睇呢啲嘅問題咧，即係呢一類嘅職位咧係必須予以刪除。咁所以咧，即係我就提出要削減呢一個嘅分目000啊，而將總目21咧係削減呢個嘅1,168,000咧，係還翻即係呢個公務員啊一個嘅公道，唔可以俾呢啲政治權貴咧喺度依牙鬆降啊，喺度張牙舞爪，喺度耀武揚威，透過呢啲裙帶關係咧，係呢個嘅將成個官僚嘅運作模式咧係進一步呢一個嘅醜化。王國興又唔喺度，緝拿王國興點人？